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大家好，这里是深夜读书，每晚陪伴你。人若把自己框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容易限制了自己的思维和格局。人生志向远大，必然需要格局的支柱。人们常说，格局大的人更能知道对自己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今天易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个人格局越来越大的两个表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易安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的喜欢。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格局就是遇到烂人不计较。先说说我和两位领导曾经遇到的两件小事。第一件，我和一位领导去机构调研，早上从酒店出来赶路，随便找了个路边摊吃早餐。我去排队买早餐，领导去找位置，他看到一个桌子空了出来，便把台面上污秽的餐具腾到水池里。他刚刚坐了没一会儿，就看到一个耳朵上夹着烟的人和他说着什么，气氛不大对。我连忙过去，原来那男人说他没吃完就被我们收了家伙，很不爽。我说，那我再给你买一份吧，你接着吃。他说没心情吃了，让我们直接给他现金100元人民币。我说，你在开玩笑吗？你把店里的每样东西都点一点儿，也花不完这个数。我俩争执之后，领导迅速拉开公文包，翻出一张100元递给了对方。这么爽快，竟然对方也有点吃惊。他愣了一会儿，然后捏着钱对我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拍着屁股走人。我那个气呀，正想再说点什么，领导却有点不耐烦地向我摆摆手，意思是让我快去排队，自己低着头开始回复邮件。路上我略有怨气地嘟囔，那分明就是个烂人，有意在讹诈我们。我当时也看到了，餐具里的东西都吃干净了。领导把我打断，本来以为他要给我讲什么好心态、宽容之类的大道理，谁知他却说，哎呀，啥事重要，知道不？对了，上次让你写的报告整完了吗？那烂人似乎没在他人生中出现过。格局就是碰到破事别纠缠。另一位领导的事，一次出差，晚上当地机构请我们吃饭，吃到一半，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让我们迅速上报应对举措。于是我们准备赶回酒店，商量上报内容。那天很惊险，在国道上，司机撞到了一个石墩，车头凹进去一大块，火也打不着了。我们惊魂未定，领导下去看了一眼，说，受损有点严重，看来得叫救援了。于是让司机联系救援，自己上了车，说，咱们也别闲着，赶紧讨论吧。那时正值盛夏，打不着火，没有空调，车里像个闷罐。领导是胖人，没一会儿他的白衬衫已经晶莹剔透，受不了了，下了车，外面一片漆黑。领导秘书拿手电筒照着，我边记笔记边和领导讨论，不时还要用手驱赶大量的蚊虫。大概等了40分钟，终于等到救援车辆。这期间，那领导表现出的极大的克制，没有一句抱怨，只是用纸巾默默地擦汗，两张嘴皮不停地碰撞出各种观点。说他克制有点不妥，因为他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起意外根本就没有发生，他只是在一个正常环境下和我们讨论。那件破事对他来讲仿佛根本不存在。和烂人计较，十有九输。我们经常说做人要有格局，但是什么样才叫有格局？答案很多，对我来讲最好的诠释就是遇到烂人不计较，碰到破事别纠缠。先说说为什么不要和烂人计较。第一点，和烂人计较十有九输。为什么和烂人计较十有九输？因为烂人是没有底线的，他也要把你拉入这个没有底线的战场。你想要底线，就输掉这场战争，不要底线，输赢未知。但最起码你先失去了底线。就像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所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忆凝视。因此你和烂人计较，多半的结局是输。
第二点，你改变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烂人。这世上有很多有责任心的人，都希望能维护社会公德，改变他人的不良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因为烂人他们的价值观和处事准则都是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你教育不了他们，反而会深受其累。就像村上春树说的，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洋，因此你改变不了烂人，如果他们能被改变，就不叫烂人了。就像《古惑仔》中莫文蔚对传教士父亲的劝告，不要再动员古惑仔们信教了，这不会有任何改变，就算他们都信了教，也还是信了教的古惑仔。当然，我也不是让你向烂人屈服，而是让你藐视他们的存在，更不要因为烂人搭进去自己的身体、时间、精力和尊严。你要相信一句古话，恶人自有恶人磨。对于烂人，别理他，让他加速糜烂，就是最好的报应。常和破事纠缠，是因为你正事太少。说说为什么碰到破事别纠缠，也说两点。第一点，多数破事都是无法挽回的。破增不顾的成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郭泰正在行路中，看到一个人背着瓦罐正走着，瓦罐突然掉落，碎了一地。那个行路人头也不回，看也不看，继续走路，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郭泰上前问他，为什么你的瓦罐摔碎了，你连瞅一眼都不瞅呢？那人铿锵作答，破都破了，再看还有何用？郭泰觉得这哥们儿是个人才，就劝他好好学习。此人也听从建议，进行长达十年的求学，终有所成，名却天下。这故事和西方一句谚语同工之妙，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可是多数人并不能做到这一点，老板的责备让你郁闷 N 天，见了老婆也没有好脸，没赶上公交车让你戾气满满，见了同事忍不住怼上两句，堵在路上燥如热浪，你不停地按喇叭咒骂前方的车流。是啊，我们经常为无法挽回的破事而一再自寻烦恼，可这不是另一种自虐吗？普金斯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兰德一次上课给学生讲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全班轰然大笑，接着开始正儿八经的讲课。没一会儿，他唾沫横飞地把刚刚那个笑话又讲了一遍，这时几个学生应酬似的笑了两声。万万没想到，教授讲了一会儿课后，把之前的那个故事又详细地复述了一遍，这一次没有人再笑了，大家面面相觑，眼光变成诧异。这时霍兰德好整以暇地说道，大家不会为了同一个笑话一笑再笑，可为什么大家却总为同一件破事而反复悲伤呢？第二点，你和破事计较，往往因为你正经事太少。我曾淘汰过一名员工，一是业绩低下，二是太矫情让人烦。怎么矫情法呢？就是感觉他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是客户坑了他，就是产品经理蒙了他，要不然就是外卖分量不够和小哥吵半天。最经典的一次，他在携程改签退票，款项在一个星期后才到他账上，结果他差不多花了两天找携程客服争执理论，说他这1000多元为什么白白在携程账上趴了一个星期，利息为什么不算给他。当然你可以说他有维权意识，但是他花太多精力在这些破事上，而真正应该做的事却没怎么做，比如跑客户，最后业绩掉在完全区外，被公司淘汰。后来我也明白，他的矫情和业绩低下本是相互滋养的共生体，越不去做正经事，注意力就越容易聚焦在破事上，而那些破事仿佛自带磁场相互吸引，渐渐你就会沦陷更多的精力，也难腾出空间去做正经事。想起一个心理学家的说法，每个人处理的每一件事都是大脑重塑的过程，与什么样的事打交道，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扮演相应的角色，直到真正成为那个样子。和烂人和破事纠结，往往是与自己的无能纠结。之前网上有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因为牛肉面里的肉太少和老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哭了，有好心人就劝她，不就几片肉吗，
这种破事不值当，别哭了。结果女孩哭得更伤心了。好心人想了想又劝，哎，这种奸商烂人一个，不值得，别哭了。谁知女孩还是哭。最后女孩说道，我不是因为这破事，也不是因为那烂人，而是自己毕业了几年，竟还要为了碗里的几块肉和别人争执，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是的，我们与烂人和破事纠结，往往是与自己无能的纠结。就像王小波所说的那样，人的一切痛苦都是源于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因此那些烂人和破事在某种程度就是我们自己无能的映射。所以为什么玛莎拉蒂从不和出租车抢道，为什么马云从来不关心哪个媒体又怂了他。你可能会问我，我现在还没那么强大，就是比较无能，怎么破？那你最起码要建立自己的价值感。什么是价值感？就是你要明确自己实实在在想要的，而且愿意全力以赴的事是什么。此时的你注意力就会单缩进入一个隧道当中，无关痛痒的人和事都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注脚。正所谓意定者无感，意感者无定，就是这个意思。也正如我开篇说的，两位领导他们都能不受外界纷扰，明确照见自己要达成的价值，以及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是什么，这就是一种价值感。而我觉得下面这个故事是对价值感最好的诠释。话说肯尼迪访问美国宇航员太空中心时，看到了一个拿着扫帚的清洁工，于是佯装关心前去慰问，这位师傅在扫地呀、啊、结果这人头也不抬回答，不是，我正在帮助一个人前往月球。你看，这就是有价值感的人。对于他们来讲，有些人和事是根本不存在的。与朋友们共勉。为人之道，层次低的人复杂，境界高的人简单。道德经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颜色太多让人眼花缭乱，声音太多让人耳朵分辨不出，味道太多让人感觉失调，纵情打猎让人身心张扬发狂，稀奇的宝贝常常让人为了得到而不择手段。所以圣人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生活有选择性的取舍。简单的人想的事少，对待一件事一个人更专心，不会搞弯弯绕绕。简单的人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只会遵从自己的内心。想得越多越算计，反而会越为生活所累。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学会简单的人才是真正的高境界。简单的人懂得以简驭繁，反而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安宁。做最简单的人，吃最简单的饭，过最简单的日子。真正的好生活都是简单的，平平淡淡才是真。生活的本意就在诗酒田园之间。生活的智慧最重要的就是守住本心，回归本心。处世之方，层次低的人强势，境界高的人随和。老子讲上善若水，随和的人就像水一样，虽然柔软，但是却可以包容万物。道德经中说，夫唯不争，故无尤。随和的人就像水，看上去柔软，却隐藏着无穷的力量。做人随和，说话做事给别人留有余地。做人做事随和，不钻牛角尖，别人才会对你有好印象。有好印象，自然有好人缘。人缘一好，路就宽了。中国有句老话，枪打出头鸟，锋芒太露容易招致祸患。直而迎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强势的人锋芒太盛，在言行上往往很不注意，很容易伤害他人，而这种伤害也是一种树敌。杨修因一句话被杀，就是因为其锋芒太过。内敛会让你成为一个从容大气的人。做一个随和的人，守住口，保持低调随和之心。当然，随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
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和谐不是静态的和谐，和谐是竞争之中的平衡状态。原则性的问题就要据理力争，不当墙头草，不能和稀泥，这才是真正的随和。养生之法，层次低的人养，层次高的人顺。司马迁说老子，盖老子百游六十余岁，或延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作为周王室的史官，老子通晓懂得养生之道，有独特的养生智慧。现在人们越来越懂养生了，财鱼不惑就开始挑食，蛋黄不吃，动物内脏不吃，每到吃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窘态可掬，看了令人失笑。道德经里讲，致虚极，守静都，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在老子的世界观里，养生的关键是养精神，保持内心的淡然和平和才是最重要的养生法门。现代人为了养生而给自己设置各种雷区，这样的心态本身就输了。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真正的养生，人顺应天道自然，处于常态就可以了，不必刻意进补或者修炼。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适度养生，顺其自然才是最健康的活法。谋事之术，层次低的人收，境界高的人放。想要成就大事，就一定要能聚人，能聚人就得能管理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企业家，甚至一个好的家长，都要懂得管理之道。怎样的管理才是好的管理？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延伸万物，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这种生万物是一种本性，自然而然的发展生长是万物的本性。无论是国家治理、家庭管理、孩子教育，都要把这种发展的本性释放出来。所以国家企业的管理治理中不能压抑这种本性，就是最大的成功。孩子教育也是如此。杜威讲，教育即生长，好的教育不能一味收紧，要懂得放松，让孩子找到自己适宜的领域，不要设置太多的条条框框限制他的发展，让他顺着自己的天性自由成长，这才是良好的教育。听过这样一则寓言故事，一个人要来人世间走一遭，佛说给你三十年够不够？这个人想到人世的富贵，忙说不够。佛说目力所及之内，你都可以想办法借来时间。于是这个人向耕地的老黄牛借了十五年，借到之后这人仍觉不够，四下张望，门前一条大黄狗正摇着尾巴，他就向狗借了十五年，寿命一下子增加到了六十岁。可这人还是不满足，此时一只猴子从枝头越过，他眼前一亮，向猴子借了十五年，终于这个人拥有了整整七十五年，心满意足地去往人间。佛淡笑不语，在七十五年的岁月中，前三十年是他作为人的时间，享有着健康与快乐的生活。三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垂病稚子，他每日奔波劳碌，如老黄牛一般任劳任怨。四十五到六十岁之间，儿女纷纷成家立业，他独守老屋，精力日渐不济，只能靠儿女偶尔的奉养勉强度日，过着像狗一样的生活。六十岁之后，他老病交加，油尽灯枯，无人问津，就像山中到处飞窜的猴子，生怕被猎人的弓箭射中。回顾一生，他老泪纵横。当初总以为人世繁华，没想到这东拼西凑借来的一生竟然是苦乐交织，喜忧参半。看完寓言不禁感慨良多，
小小的一个故事，道出了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舍与得的困境。不舍得人生短暂，就要经历红尘滚滚，不来人间走一遭，就不会真正体会平凡生活的喜怒哀乐。人生注定是有舍有得，在舍与得之间，有小欢喜，也有大智慧。不舍不得，人这一生都有因果，不付出就不会有收获，不懂得舍去就不会有得到。星云大师曾说，凡是大善之人都能舍，凡是大智之人都敢舍。他在书中分享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两个人，一路跋涉，披荆斩棘，终于找到了传说中宝藏所在地，没想到那里空无一人。正当他们疑惑不解时，空中传来一个声音，你们下辈子想做什么？说出心愿，我就帮你们实现。一个人激动不已，抢先说道，忙碌了这么多年，下辈子我希望什么都不用干，天天都有人给我钱财和食物。另一个人沉吟许久才说，我能有今天，多亏善心人相助，下辈子我希望我有足够的能力，每天都帮助一个人。没过多久，空中那个声音说，你们的愿望都会实现的。故事的结局出乎很多人意料，那个不舍得吃苦坐享其成的人，下辈子成了一个乞丐。如他所愿，天天都会有人施舍食物与金钱给他，而那个一心想着给予的人，下辈子成了一个富翁，财力不菲，乐善好施，专门接济别人。你看，太过拘泥于身外之物，不舍得给予他人，不舍得抛开杂念，最后的结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有渔夫在捕鱼，一只袅袅飞下，叼走了一条鱼，无数只乌鸦看见鱼都想得到，便追逐袅袅。袅袅不论怎么飞，漫天乌鸦都紧追不舍。袅袅无处可逃，几乎到了绝境，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被啄得死无葬身之地。又惊又怕之下，鱼从嘴里掉下来了，无数乌鸦朝着鱼落下的地方继续追逐。袅袅如释重负，落在枝上休息，心想，我背负这条鱼让我恐惧烦恼，现在没有了这条鱼，反而内心平静，没有忧愁。享了不该享的福，终归要吃不该吃的苦。学会舍去，能让山重水复的人生豁然开朗，柳暗花明。有舍有得，人生中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的生命里。所谓舍得，有舍才有得。有时你看似舍弃了眼前的利益，但得到的是未来更广阔的舞台。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是个很懂得舍的人。很多人都会疑惑，华为这些年发展势头高歌猛进，去年光营业收入就突破了1000亿美元，为什么在各大富豪排行榜上却从来看不到任正非的名字呢？原因很简单，他把大部分的公司股份分给了员工，自然也把大量的公司收益与员工分享。看起来任正非因此失去了称霸富豪榜的机会，但他却用有限的金钱换来了员工无限的忠诚和追随。他明白，不懂得取舍，企业就会变得脆弱，没有生命力。公司要想长久发展，最关键的是要留住人才。华为特有的全员持股模式赢得了无数优秀人才的心，这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企业家，他舍得舞台，舍得给予，舍得放权，才为自己和所有人造就了更强大的公司。如果将拥有的攥得太紧，我们又怎么能张开双手拥抱更广阔的世界？人生海海，正是权衡过后的舍弃，有反思过后的放下，才会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畅快，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舍得心安，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道出了那句著名的选择题，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得舍之间藏着一生的修行。很多时候我们烦恼，我们纠结，我们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都来自于不懂得断舍离。断就是断开不健康的生活，舍就是舍去沉迷物质享受的杂念，离就是离开人云亦云的评判标准。再多的优柔寡断，不如一次干净利落。当我们舍去浮华外物，舍去不相干的枝枝蔓蔓，就会发现要想得到内心的平静真的很简单。弘一法师出身富贵，在出家前是一等一的名流，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名声最盛之际，他却做了个所有人都不解的决定，悄然转身皈依佛门，过上了一箪食一豆羹的清贫生活。有一次，他的朋友夏盖尊教授前来拜访，可餐桌上只有一碟小菜，夏教授忍了半晌还是无法下咽，说了一句这菜好咸。谁知弘一法师淡然微笑道，咸也有咸的味道。是啊，咸也有咸的味道，一颗平常心，任它苦辣酸甜，照样活得潇洒自在。家有良田华夏，未必使人了无恐惧，日日珍馐美酒，难保凡人健康无病，舍去妄念，才能让人得到最珍贵的心安二字。心安，东南西北都好，心安，粗茶淡饭有味，心安，方丈陋室也是大千世界。泰戈尔曾说，有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如果情爱是束缚，就舍去情爱得到自在；如果名利是烦恼，就舍去名利得到清净；如果俗物是痛苦，就舍去俗物得到轻松。人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学会舍与得，方是大智慧。好了，今天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订阅与分享，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